好，又系我啦。今日想讲咩？我想分享一啲咧，我买咗觉得超大用，但系又好好用嘅护肤品啦，同埋一啲化妆产品俾大家咁样嘅。呢个产品咧就系 Thayers 嘅玫瑰花水。咁点解咁中意咧？因为佢系 100% organic 嘅。咁你话价钱咧，只系唔知70蚊、80蚊左右嘅啫。咁它的味道是超天然，因為這個牌子在美國已經有100年的歷史了，它 1% 的酒精成分都沒有，是零 alcohol 的。譬如說你可以放在雪櫃啦，上妝之前可以用啦，還有你曬完之後拿來敷都很好用的，超保濕，保持到妝成日，還有很保水的。我覺得這個是 best buy 來的，100元的玫瑰花水，如果你市面上呢要成300-400元，而且它的份量有成355ml。 第二樣就是 Neutrogena 的 Grapefruit 的磨砂膏來的，它有 2% 的這個水杨酸的，它可以呢味道是非常之清新的，好像洗完面你都聞太浸 Grapefruit 味很正的，好像都是60-70元，這一支有成差不多198ml。 有時呢我連身都會拿來磨它的，超抵用，還有它是 100% 天然的用 Grapefruit 的精華去做，大家不妨一試。好啦，第二是卓越買回來的，帶了過來美國的。這一支呢就是一支 collagen 的 lotion 的，是給大家看看質地啦。它和水和啫喱中間的質地來的，是很易推開啦，用的時候輕輕地拍啦，用完之後呢我們真的覺得它妝很貼和很好用。它的價錢都是好像80元左右，而且超大支，有排用，有幾大支啊，它有成200ml， 很好用啊。咁你上完支玫瑰花水，再拍咗呢個保濕嘅 lotion 啦、collagen 啦，再用翻你日常嘅 day cream 啦，咁就再搽埋防曬，就可以出街啦，搞掂，味道好清新。咁好啦，第三樣嘢咧就係呢一隻啦，呢個牌子嘅Pom Pom Spray 啊，咁佢咧係呢排好興咧，蓬蓬頭啊，蓬蓬粉啊，咁啊就噴喺啲髮根度嘅，咁然後咧唔使噴好多下嘅啫，咁你噴兩三下喺譬如你分界嘅地方啦，咁就可以做一個 volume 嘅效果，咁之後咧你再用風筒吹一吹咧，咁成個蓬蓬咧就做咗出嚟嘅效果噶啦，咁而且咧你唔使用手添嘅，想噴落個頭皮嘅髮根，咁就搞掂噶啦，咁係非常之快可以出到街呢個造型。好啦，第五樣咧就係 Dove 嘅深層修護啦。咁因為長頭髮嘅關係咧，成日又要吹啊夾嘅話咧，佢啲頭髮好差。咁就買咗一支好香嘅味道嘅。咁我通常係譬如話日頭啦，咁人出街嘅時候咧，因為好乾啊，做完嗰啲，咁我就會倒大概5毫子嘅份量啦，捽捽捽，咁就搽淨係髮尾嘅部分嘅喎，同埋佢超香啦，有 Dove 嘅味係好香，行過啲頭髮飄一飄，即刻香曬啊！好啦，第六樣嘢咧就係我最喜愛嘅睫毛液，咁就係 MJ 嘅睫毛液，咁它真的很防水，是超防水的，它一定不會有熊貓眼，夏天用極妝都不會有熊貓眼的，它有黑色、有紫色，還有一隻我買了就是閃靈靈的，閃靈靈的可以 on top 加上去咯。咁一啲朋友話：哇，呢隻嘢咧真係超難落妝嘅喎，會捽到眼都痛埋咧。咁我就揾到個產品咧，係專貨落 MJ 嘅產品嘅。咁就喺美國嘅。咁我見到莎莎有得賣，都係几十蚊一盎，有排用啊！佢有成65張嘅。咁佢一張咧就係咁樣樣到啦。
然後咧，你誒敷喺隻眼度啦，跟住數五秒抹咗佢，咁就落到嗰兩隻眼，連眼妝都可以落埋添啊！同埋你放心，佢唔會令你生油脂粒㗎，同埋咧佢誒防敏感添㗎。咁今日介紹係咁多，希望大家中意 ，thank you。Hello。Everybody, this is our name, she's so cute. She's 7 months old. She's already walking, and she's already自己起身, she's so cute. Okay, let's go eat. What do you say when it's all gone?